红中央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英雄阿边着兵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原是和同树林要来订请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738。来，阿宏继续播新闻、分析新闻、陪伴新闻呐。这个自由台湾党。一个台湾一个搞哪嘛？那么到这个中正纪念堂啊来咧喷漆，那么这现行犯吼，这爱抓，但是吼、哦，对咱政府都无效。即马五二空小英啊要上台对不对啦？咱以后咱再甲看，以后咱再甲看，像这种的若阁发生。看伊小英要安怎处理，来，咱来甲看内容哦。这是中央社啊，这个自由台湾党今日到中正纪念堂啊来喷漆，在这个壁的顶头以红漆喷这个陈文成呐，啊，这个灯要。要啊，苗条啦，吼、哦，苗条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加一个陈定波、陈南阳啊，我之前敢讲唔对，敢讲郭南阳，真歹势，哈哈，哎呦，即马吼，啊，顺这个机会甲竞争一下，啊，顺续甲下一个实力，陈南阳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拢之前
节目中我甲讲过南洋啊，啥哦，歹势吼，即甲更正一下吼。即、这个田南洋顶权威时代受难者的即个名字啊。那么因伫咧讲呐，伊讲喷擦是和即个权，即和即个威权啊来落擦安尼啦。这是2016年转型正义的这个第一步乱来。我感觉台湾人上该乱来。啊，讲什么是民主啊？啊，安尼讲民主吗？拜托的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即马小英坐位啊，对唔对啦？哦，啊，小英伊这过去嘛是啊，恁这个台湾独立的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恁会用的时阵啊，啊，即卖国会就较侪票啊。啊，恁会当的时阵啊，尔赶紧啊，叫这民进党的这主公啊，哦，这主公这啦，赶紧的时阵啊，尔将着这个啊，这个忠贞纪念堂哦，啊，该废废掉啊，对唔对啦？安尼都 OK 啊嘛，咱就去甲喷出要从啥啊？对唔对啦？和政府。啊来废的，对不对啦？因为即马都台湾独立的大多数啊，你无管即个郭志平，吼、哦，也会说呐，要将到所谓中华民国的即个国父，吼、哦，也会说呐，呢，甲气气掉啊，对不对啦？甲请请落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去互蔡英文。把他剩嘴皮，啊，将着郭志平的嘴皮给剩落去，对不对啦？伊讲哦，啊，你要提案进程，啊，你嘛小可党内吼，诶、哦，这个党团，哦，你嘛小可参详一下，是不是安尼？安怎讲？这就是小英的这个底线啊，对不对啦？安怎讲？小英伊是不是承认中华民国？所以我常常在说，他们这帮人在做，都错乱了，真的都错乱了。我现在都要说，如果做的这些人，我都要说错乱。那么我昨这个节目，这个，民进党的，这个郭志平，对不对？要将到这个国父的这个形象，他的时候，坏。啊，我本来伊个新闻是安尼，伊个新闻的这个标题吼，无这个错乱啊，我甲加落去，所以你即摆呐看这个标题“错乱民进党”，吼、哦，要将到这个国父的这个遗像，吼、哦，啊来甲废掉去。迄、那个错乱，就是我加落去。那么，自由台湾党今日到中正纪念堂，并透过民书专页啊来直播，因嘛发表喷擦，以威权勒擦，吼、哦。嗯，啊，这六七那是安尼生，所以因这吼，唔知有读书也无读书呢。六七是甚物做六七？对唔对？六七就是迄个七，佮扣起来，迄嘛会使讲六七。伊家己落落去，伊家己吼，啊，就年久月深嘛。日啊日拍风风吹雨压，当然会晓卡，那安尼落去，迄嘛是六七。但是我感觉真奇怪，伊个甲喷咧顶头讲叫做六七，啊，迄主唔知咧读啥，我就想袂样。所以我定定咧讲哦，即马台湾拢错乱啊，拢错乱就对啦。啊，佫有一帮人呢，吼，我今日如果看到迄，吼，迄连续刷啦，因为迄个，咱迄位吼，唔知啥物啊，我都，因为我袂甲，我袂入去看迄个内容啦，安怎啊，无意义。迄种人吼，无需要我去甲看伊个即个内容。
什么咧长什么长山的啦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啊，什么咧上盖石啦，什么咧抛抛车什么遐啊啦，安尼都讲讲遐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啊，迄个时阵啊，你讲车所人的私人代志，我有讲过啊。换阵讲恁的亲人啦，对不对啦？嗯，啊，若离婚的搁娶，啊，迄个有啥物遐啊？对不对啦？啊，你讲批无？迄人的叔叔啊，你来讲批从啥？对不对啦？所以我定来讲，台湾就是有这帮人啊呢。我看无起台湾人，就是有这帮人，错乱的这个台湾人，真正。那么中正庙，啊，遵循正义行动的这个宣言安尼啦，都有一帮人食饱上瘾啊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台湾会乱个时，啊，啊咧讲什么国民党诶啦，啊做了歹啦，啊，啊无人要来投资啦，当你安尼乱，上人上敢来敢来投资啊？对不对啦？啊？自由台湾党伊伫个讲啦，伊讲吼，阮伫个中正庙内面啊，以非暴力抗争伊个即个具体行动。我咧讲，即爱掠啦，即种个迫害公务啦，对毋对啦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常常讲，迄个中华民国绝对归去要败啦，啊败要安怎？换一个啊，顺人五千旗个，大家才会欢喜。真正换一个五千旗，大家才会欢喜。因为哪讲，中华民国若无可以存在，我甲你讲，嘿，阿强啊，伊都要甲你捏啊啦，我甲你讲啦，哈、啊，迄是有中华民国的存在呢，护身符你敢知？迄一寡台湾人拢唔知影半项，对不对啦？你无中华民国老实讲的，伊就甲你退啊。伊就甲你退啊！安怎讲？台湾是中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、共和国这一部分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定来讲，这个人的时阵安尼，都一尴尬，点么台湾点么乱安尼啊？啊，有啥物路用？像这帮人有啥物路用？对不对啦？伊讲落实的时阵啊，一直的时阵啊，无实现伊这个转型正义的，拜托的，拢恁咧讲的，拢恁咧讲的，正义拢恁咧讲的，啊！伊讲哦，一个满手血腥的这个独裁者呢，我甲你讲。独裁者，你若无独裁者吼，早台湾就去啊啦！我有讲过啊，八二三啊，对不对啦？无这独裁者，点么咧白手？早就阿强的退去啊啦！啊，像恁遮啊，食树子无拜树头，船过水无痕，参像恁这种的人的孙安尼啊，敢是人吗？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迄阵啊，就八二三，那卖点啊，白手就去啊，就去啊啦，对不对啦？够恁拜托的，够点啊，野不扬威啊！啊，迄阵啊，连迄阵啊，连这庙都拢无啊啦，吼，对不对啦？因为阿强的退去啦，尔因换毛泽东啊，对不对？凡说你即马咧拜毛泽东啊，我甲你讲啊，啊！好，唔知要好，像恁这种人啊，伊讲竟然伫个民主社会内面拜托个，你讲民主，你安尼做敢民主吗？啊，恁安尼做敢民主吗？啊，所以恁
拢讲恁对就对啦，恁咧讲拢恁对，像恁这真白，你敢知？恁这真白，你敢知？啊？因为我怎讲，无国法啦，对唔对？无国法，拢存在出在恁咧，从哪里把你落啊？恁要安怎就安怎，敢若较早即个大陆我有讲红卫兵啊。恁这帮人拢是红卫兵，你敢知？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啊！什么的正义啊？啊，民主敢安尼吗？民主像恁安尼乱来吗？啊，无法律了吗？啊，所以恁这咧讲的孙安尼啊？拢讲恁赢就对了，嗯。伊讲在首都的这个市中心，被警方啊来礼拜，拜托的，嗯。这种真好讲，安怎讲？即马都已经换政府。嘛不是换政府，我讲了唔对，换人啊，换党咧做，对唔对？你会当以你讲你民主啊，国会即马就较侪人啊，像即马迄郭志平唔是同款，迄国父要甲请落来啊，对唔对？结果去互的时阵，那小英甲扇一下嘴皮，安怎讲？冲突了。小英伊的时阵啊，认定讲中华民国啊。啊，中华民国的国父啊，对不对？伊要甲请落来，是毋是安尼？公交车你要请落来，毋是讲你要请落来就好安尼。恁逐恁定定咧讲的时阵，安尼爱2300万人，恁定定咧讲的啊，对不对啦？也是毋是？你嘛爱2300万同意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恁这个人就是安尼，恁会使做的，别人拢袂使做的。恁这有够霸呢，这土匪啊，你敢知？对唔对啦？一讲的一套，啊，搁做的搁是一套，是唔是安尼？恁有讲啊，要做的时阵爱2300万人啊，啊，既然甲国父的形象，这有关国家，是唔是爱2300万人同意了后，才会当甲拆？你讲对唔对啦？所以恁这种人的时阵，安尼无法无天的。是啊，讲到到底是怎样？所以民进党就是这种党，所以我想要唾弃，啊，是安那我唾弃，我支持伊20-30年啊，等伊20-30年的票，你敢知？啊，像这种党，乱世来讲的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搁什么咧？讲什么呀？怎解释什么话啊？你无资格人我讲遐啦！你要讲怎解释？我有讲过，823早早的时阵，台湾都灭了啦！啊，迄谁咧收的？迄谁咧收的？迄毋是恁咧讲的时阵，外来政权中华民国的啊，伫被收的，对唔对啦？所以恁这种人的时阵，船过水无痕，稳中收无，就是恁这种的人啊。所以讲，恁讲台湾人，拢无讲理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讲叫做民主，因咧讲的就是民主就对了，啊，啊，别人讲的拢唔是民主。因安尼咧做，讲好多民主，对唔对啦？啊，人别人咧做，讲唔是民主，像这种人诶，算安尼啊？啊，甲人咧做人，是啊。那么因伫咧讲啦，爱严肃诶，即个思考，为什么中华民国诶即个流氓政府，伊搁咧讲着流氓政府？啊！日本政府，恁落去甲小英对唔对啦？但是小英即马特别侪位啊，但恁无
像恁安尼，搁去遐喷擦啦！中华民国的流氓政府，你是安怎？你做什么总统啊？对不对啦？哦，这种台湾的孙啊，错乱的台湾人，拢安尼。伊讲爱创造出新闻，啊，甲怎解释伊的这个政治道停？啊，你若无承认中华民国，你归去啊？对不对？新闻前我有讲过啊，小小调，恁所有的过去，啊，去的时阵啊，迄个什么呀？户籍科去申请遐呀，迄有倒转个中华民国个啊，迄拢甲烧烧掉，连恁个厝块嘛爱甲烧烧掉，地块嘛爱甲烧烧掉。所以这帮人个孙子呢，乱出来啊！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无承认中华民国啊？啊！啊！你的厝、你的地，这嘛是中华民国呢？啊！你是脚踏中华民国的地呢？啊！像这个人的孙安尼乱七八糟，以黑白、党商、啊、路名、歌曲、典礼、公共空间，啊，伊个孙仔呢，侵入到心肝伊个即个每一个角落，拜托个，迄个拢是意识形态啦。啊，意识形态啊，安怎讲？啊，着家己心内有鬼个，啊，心内有伫作祟有鬼个，对毋对啦？自由台湾党伊咧讲啦，伊讲阮伫个中正庙内面蒋介石伊个即个铜像顶头挂告示牌安尼啦。啊、奇怪，你个墙啊，你唔对唔对？你嘛，我感觉你嘛无胆，你敢知？你胆才一半啦，尔呢？你像迄个时阵，迄个像中正个形象，恁都选个破拆啦，对不对？甚至个时阵举个武士刀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该破唔得掉，安尼唔才有价值，唔才有气魄，对不对啦？但你遐做一半啦，尔，我认为讲你这还无够，还无胆啦。真正恁这个人还阁无胆的啦，甲看到知影啊。啊，做一半啦，尔，唔敢的孙啦，尔，蒋介石个头甲扑起来，对不对啦？讲什么英雄拜托的，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有够力啦！你当上个叫伊上诉的。叫伊上诉的孙安尼啊，对不对啦？来甲切掉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这个人，惊死个，无胆的人，搁踮在咧做，对不对啦？你要做么做？做贴贴贴，唔得掉，啥物？给他挂一个牌啊，安尼啊，是不是安尼？迄条像迄大陆迄有无？迄当迄。迄毋知第几倒一代，吼、哦，迄一寡头壳拢叫扑掉去啊！有，是毋是安尼？安尼毋才有气魄。讲只啊，迄落踮咧时阵，安尼壁个甲喷一寡迄咧算啥嘿啊？拜托个，遐落遐尔无胆，啊，啊，搁踮咧大声。无胆，搁踮咧大声，像即种个，搁叫做台湾人，拜托个。
好啦，下面的话嘛是拢重复的啦。啊，你若有价值，对不对啦？我拄仔咧讲的，所有台湾的，只爱拢甲废废掉，对不对啦？像红卫兵啊，就是安尼啦。红卫兵当时就是安尼先咧做，你若阁无红卫兵的，会啥物啊？会过世的，知影无？啊！恁这惊死的，恁这个啦，嗯，好啦，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来听一首《冰点》，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连苦也连。